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铁红专科。还在下雨吗？耶、果然是天时地利。我这劝你先不要讲话，我会怕哎、欸，我怕你讲完之后下一首歌。怎样？好，我先调个音好了。就要这样放任这个尴尬，对不对？有第一次看铁熊的人吗？还有有有，大家想举又不敢举的那个，我看到了，对，都举在耳朵。米亚西，我爱你。米亚西用什么话要说？天知道，地知道。你要变？我很抱歉。很抱歉。看他长大的。恋爱是在
天有带周边来卖，是因为今天就是，我们就是带少量，然后自己来零售这样子。我们有出新的周边，我真的是有点喘。新的周边是什么呢？新的周边就是那个毛巾。这毛巾有什么特色呢？哦，它上有硬体熊的字，就是 Major in Body Bear。吸水吗？吸，防水吗？防。毛巾防水是要拿来干嘛啦？哎，哦，不防。一面洗水，一面防水 ，OK 吗？我真的是不大能喝酒了。御寒吗？御在。对，那边有人有带。对，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啊，还是你可以方便给我们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。这毛巾还有远红外线的功能，如果挂在脖子上的话，血液循环变好，帮助你的睡眠，帮助你长高。啊，如果你在发育的话，能挂在脖子上的身体是非常好的。反了！这毛巾的特色就是，即便是拿反的，还是非常好看 ，very good。Okay. 好，这个是我们最新一批的配色啊，然后后面是设计那个吸水的材质，很会吸，对，像这种雨拦不了它，丢到地上干，对，干。这种雨就是看音乐就是可以，哎、欸，这不好意思，接放一下，就这样，对，我没有流什么汗，就是头发就干，对啊，如果脖子吃掉的话就是这样，脖子就干，对啊，如果手吸掉的话，哎、欸，讲话的时候拿在手上，话就干。对啊，如果骑机车，然后下雨，机车座椅湿掉的话，干。对，干。对，啊、谢谢这位同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毛巾不洗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乐团卖周边，然后自己不带 sample 还要跟歌迷拿，实在是大不好家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田宏专科，那个是证明喝了两口啤酒就变这样。对。心中有一种猛兽按耐不住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今天早上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你心中是猛兽、哦？是，独角兽。哇哦！还有十分钟吗？好，讲一下，我今天早上因为很早起来练团，不是练铁熊，练别团，叫欢欢，明天也会在龙山舞台表演，请大家去看。但是没有我，是另外一个很优秀的吉他手叫詹永祥，帮他们弹的。哈？对，我今天早上去练他们团，然后因为练十点很早 ，OK， 所以我就定了九点。你有看到 stage 们听到没有你喜极而泣的表情吗？太好了，没有包子。但简单生物觉得缓缓有我。好，等一下，让我把故事讲完。好的。然后我就是按了闹钟，大家有用 iPhone 的话，那个手机解锁不是左下角有一个紧急服务吗？对。但他会不小心按到嘛？按到就会把它取消。然后我早上可能睡着的时候就。一直按到那钟，然后就按错，就真的把它打出去。可是我也没有发现，我是被119报案柜台的小姐的“喂”，119报案柜台你好，喂，叫醒的。所以他的声音从话筒传出来，对，很大声，不断的传出来，传到把你叫醒。对，我真的是吓醒 ，OK， 一切都醒了，然后我什么话都不敢说，我就挂掉电话。真的很抱歉，119，对不起。好的，请大家给我们一个可怜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就算他想说，我们也不会给他说的。那待会我们会带一些周边在这边，就是有我们的专辑跟 EP，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舞台的正后方，我们不要打扰到其他表演。我们在这个舞台的正后方的那个走道，就是会流，就是在这边等大家流动一下。对对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团，叫集成女孩。各位女孩小心啦，对，很棒，小心被集成喜欢上啊。对，集成。那看体重要小心什么？啊？看体重要小心？小心肝啊。最后一首歌。Little People in the。不懂38岁的人怎么会讲这种话？奇怪。
对啊，我们是铁龙哥，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还有推特，没有扑浪，那可以在扑浪写我们的评价，我会去看耶。